My name is Serena. I'm from the Shanghai Film Art Academy. I'm enjoying the performance. 我就比较喜欢一些就是好莱坞的一些明星，莉莉·夏白泰勒、玛丽莲·梦露复古的，就像我今天的造型一样，就是红黑为主，然后就是 Coach 的蟒蛇包，就是阿维的黑色鞋子，就比较喜欢红色那种热情张扬的感觉。 我们两顶帽子都是我们自己设计、自己生产的，会嘛？现在流行混搭，你看我后面这个哈，就比较中式，然后帽子呢就比较西式，所以混搭是这种场合最好的一个呈现的一个方式。谢谢。 大家好，我叫 Ellie， 今天很有幸来参加麒麟影视公司那个新片发布会。我是做服装搭配的，今天这一身服装呢是我自己设计的，属于极简风格，刚刚进行。 觉得这一套的衣服相对而言对我来说，是比较时尚的。然后我的头发也相对而言比较简单，所以我戴了相对而言比较夸张的耳环，然后配上我红色的包包，所以我觉得，这样的搭配比较合适我。所以相对而言，我的时尚就是适合我自己的时尚。谢谢。